十月七日又是 KC 图表学人节目 KC 三分钟，今日移师外景又是啦，今日来到这个海滩，这个海滩挺漂亮，这个就是在 Oman Beach 里面一个很长的海滩，对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，一班 Oman 佬趁着收工踢下波啦，看看今日呢趁着港股冇事的时候呢，咁就可以同大家讲下今日个市场嘅。咁首先就係个道指啦，道指礼拜五美国开咗个非农业就业数据，咁就数据又梗係好啦，正数137,000。137,000呢就比预期少，咁但係呢个失业率低，咁所以呢带动美股呢喺礼拜五呢升咗几三九几呀。升了三九幾啊！大家記得我後面那裡呢有個島啊，好得意啊！但後面就是霍爾木茲海峽啦，霍爾木茲海峽。咁所以一陣間咧就要講一啲油價。咁首先講道指先啦，道指就升了300+。嗱，咁咧呢個上升趨勢短期裏面可能未改變，咁會上市26,666，因為咧呢個正正係條十天移動平均線衝緊落嚟嗰個阻力位。咁如果衝穿咗出現陽燭嘅話咧，咁都未係咁快樂觀字啊，因為都係需時，直至到條十天線轉咗彎，我先至夠膽叫大家再買翻曬啲道指上。不過咧，因為呢個數呢、這個情況咧，會幫希望幫到禮拜二翻嚟，即係聽日嗰個恆指一開咧就高開翻啲啦，係咪？咁啊，星期五個恆指咧，上個禮拜節目亦都講咗啦，因為始終嗰、那個25,800都是未失手，雖然低開在下面見過樣來樣去，但臨尾都是撩上來。如果美股星期五是這樣的情況，如果今天美股還是可以上市高一點的位置，星期一可能港股都會受惠一點點，都不出奇。好啦，咁道指大致上個 story 就咁啦，咁就希望港股能夠帶動到啦。咁另外一樣呢就係個原油啦。嗱，咁後面即係啲原油油輪經常要經過呢個亞曼灣，跟住呢就出去印度，然後就去亞洲㗎。咁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就大家成日聽到啦。咁就上一排上一個月咪話曾經有呢、這個襲擊呢個沙特阿拉伯嘅石油設施，咁今日我坐車咧就同啲澳門佬傾偈，個個都咬牙切齒，又話老屈又話成，咁今日原來咧呢度啲阿拉伯人最近咧都對沙地咧都好有微言嘅，咁都話咧美國佬喺後面咧即係搞搞震，咁當然啦呢啲宗教與民族嘅嘢我真係唔係曉好多啊，真係亦都答唔到嘴嘅，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可以知道嘅就係、是，縱使呢單料咁大單，啲油價都係上到62蚊，而下面咧。最近禮拜五你都見到上個禮拜五期油都是落到52蚊就行人次步。咁如果中意炒期油嘅朋友咧，呢、這個時候咧，你問我就都可以考慮買翻啲期油。點解呢？因為其實52蚊，如果你睇下日線圖嘅話，都已經係見過好多次噶啦，已經見過三個底。咁呢啲位置買期油底薄啦，只是買得近啊嘛。咁上網可以撩翻上去53、54甚至55、56蚊嗰啲位置，咁有呢個電油設施受襲，頂部都62蚊俾你見到啦，下試翻落嚟52蚊又揾到支持，咪即係話俾大家知啲10蚊期油係可以炒上炒落，應該係可以有啲作為嘅嚇。咁就所以今日港股冇事啦，今日講下啲外圍嘢。另外一個咧就係美元對日元，如果從圖表形態，大家都係留意一下一個雙頂形態已經形成咗。咁就喺禮拜五美金雖然好似喺利好情況之下都升唔起啊。咁就反而咧，就呢啲對美元對日元咧，好大可能咧，呢個雙頂形態就令到佢咧紅翻落去106齊頭呢啲位噶嚇。咁就大致上呢幾隻美元啦、美元對日元啦、道指同埋期油咧，大家可以咧即管參考一下頭先嗰啲分析嘅。好，聽日禮拜二開始之後再見。